普通的牛牛你肯定见过，红斑牛你可能也见过，甚至西瓜牛你现在也见到了。但今天玩家发现的这种牛，你绝对没见过。玩家小心翼翼地下到了福岛下方平台上，但是在这一番转悠过后，除了看到自己搭建的云梯，玩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喘气儿的东西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再次回头，前方出现了一个物体，这个物体随即转过身来，看外貌的确与牛牛有3分相似，而它的头部则是像一种甲虫。玩家还没来得及拍照留念，说着牛甲虫就开心地朝他奔了过来。于是玩家一脸懵的迎接着自己的嗝屁。